昨天晚间8点多，国道1号系五高架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，一辆轿车在堤顶出口匝道自撞护栏，连人带车翻落到了基隆河。而今天中午12点多，吊车到场打捞吊挂，发现驾驶蔡姓男子受困在驾驶座，已经明显死亡。至于意外的发生原因，还有待厘清。坐上橡皮艇，河面来回搜索，换上潜水装下水进行搜查，救援双管齐下，前后历经数小时，终于找到落水车辆。肇事黑车浮出水面，被大型吊车吊上国道高架，但轿车伤痕累累，多处都撞毁，驾驶座还有一名男子受困车内，已经明显死亡。吊上来的时候，那车体的受力是蛮严重，那有蛮严重的变形。就是驾驶室有溃缩的状况，所以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去将那个车体去做破坏，才把患者救出来。回顾案情，32岁蔡姓死者28号晚上8点多行驶系五高架，开到国一高架北向19公里，在堤顶出口匝道失控冲撞分隔道，越过护栏，连人带车翻覆，从6层楼高坠落基隆河。家属29号上午到场焦急等待，经过指认后，确定驾驶身份就是一夜未归失联的亲人。车辆于13时19分吊挂上国道主线，现在有一名男子明显死亡于驾驶座，经家属现场指认为32岁蔡姓男子。详细的肇事原因有待警方进一步厘清。死者平时台北新竹通勤两头跑，当时从新竹下班正要返家，怎么会翻落坠河？是车辆故障、超速行驶、疲劳驾驶、身体出状况，还是有其他原因？都有待检方相验与相关单位厘清。不过撇除人为因素，这里的路段设计有没有缺失？或许有更多资料部分哦，那配合相关的调查单位哦，再研议。虽然高工局表示初步认定相关指引、照明等措施都按标准设置，只是也表示会配合相关单位调查研议是否有强化空间。记者陈冠勋、谢正麟台北报道。